Lonely Lady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 Cover Star 郭品超。我饰演是一个卧底警察，在剧中呢有一些比较惊险的镜头，在直升机上面，然后没有什么安全措施，然后对着地面开枪。这个角色让我最大的收获，应该是可以跟成龙大哥一起合作到。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我几乎都是待在家里啦，然后自己会做晚餐啊，在家里就是看看电视啊，然后看看一些电影啊，打打游戏机。让时尚更生动，尽在 Only Lady TV。